白白太水都建为一年内，针对在后重建的净土，南台湾水利乡新山村、屯新义乡沈木村，汹涌黑灾区，唔顾净土莫汹涌，尤其黑乡亲落实过意识的透露工厂，新山村的部分廿米路外完工的，唔顾沈木村的廿连外透露含黑乌乌粉粉，俺不要被点村民太费路的关心，新山村屯沈木村在后重建的问题。八八风灾过后，台二四线七十九公里的地方路面变塌，路基流失了416米。公路局元旦规划要去高架桥的重建，沙苏到新山村当地的居民反对。那条村民是讲讲吼，伊遐大厦无做集中起来啊，讲讲吼山要紧吹紧变下来啊。最后，在考虑民众的意见和安全过后，国用屯50万立方米的土房屯转变塌的三排。我们这个工程分成两阶段，第一阶段就是回填大概21万方，加上寿山桥、新山桥的复建，两座桥梁复建完成之后，把溪底变道改到我们的原有的道路的，恢复到我们原有道路的功能。除了征求民众的意见，丰原透露，公路局函召公家铁架甲溪上来征收变态的土地老建筑物，广大灾民的损失，总工程费高达32,000,000元。我摕咩人诶，咩无摕你诶，物诶咩无摕你诶啦吼，算起来损失不少咧啦。公路局爱恢复两条路台二水线啦吼，去办理这征收诶动作啦。你啊，去征收诶铁架是讲去按巩固铁架甲西上，留两条北向征收啦。诶，边头咧部分章就征收啦。啊，你都讲定一个损失咧吼。多少就得补偿啦。啊，有满意无？不满意，要做得结束啦。新山村民讲，福建工厂虽然无满意，还是做得结束。不过，庆阳系八八数在天气，什么村民的反应，煞都无相同。我去到动漫啦，系有看到啦，不过，都动漫老拍啥比，哦，动漫呢？雾雾白白的路面，上上下下的土路，规路的交通改道的牌耶。对照新山村土路铁改团工厂，元旦就做得完工的。石木村变态的土路，煞还点点的面体荷包袋。在公路啊，多了干就说一年的呢，吼、哦，下个月就一年了呢，还没有动静啊。做什么？啊，改做啊基础的大厦，好条的金大铺皮面呢，大太细了又骨头的，那有好。交通运输是石木村最重要的经济命脉。交通重建慢，不但将影响农产品的运输，也关系到石木国小的生意的上下课的安全。啊，有一溪桥团体张有了这个问题，嘿啊，之前都是要搭流龙上下课，啊，你哈流龙嘛团体的，吼啊，变作太水一来，就噜噜无办法过去学教嘞。诶，其他还有卖韩馆，嘿，都有较好诶，嘿啊，不过。嘿，因为咧哈无落太水啊，那嘿落太水来，也嘿恐发恐用无法脱过安样。深深一田的抢菜为主的石木村，另外透露关系到9成以上的村民的生存。可能台风季节就会到诶，村民漳州的点点的拜托田公爷保佑几条。天气，嘿就多就安个望天落去。